你怎么吃这么快啊？慢慢来嘛，吃那么快干啥？好好笑！那谁教他的？拜托拜托，两个字理会。好笑！你看啊，那个的，我操！啊！耶，这大家都过来了。他会拜托，他本来不会。 别的，快出血了！好笑！我们家那个跟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我这个是你比较胖，我没有了，对不起了。我没有了，我想分享给你们两个，好不好？因为一半。 请问跟谁学的？拜托啊！就是你们游客给他吃惯了嘛。